谢谢。谢谢吧，啊，谢谢谢谢。哎，好了好了好了，嗯，哎，大家太热情了啊，是，尤其好多男孩都喊于老师我爱你，回来让于老师。啊，于老师每次到演出场所都有大批的男孩说喜欢他啊，有人缘，那是那是，嗯嗯，等于老师不忙的时候给你们生个孩子回来。哎，嚯，这忙也不行啊，这个谢谢吧。嗯，那这么多人听相声的啊，跪着照相的，是平身吧，啊，对，哎，这个地方是德国，是啊，旁边那个国家叫且国啊，什么得过且过，您说成语吗？是吧，跟这儿用不上。我才知道堵车堵的也挺厉害的啊，我下午五点我从酒店就出来了啊，然后都七点半了，说离这儿还有8.7公里，哦，就赶紧往这儿赶，后来主办方说别着急，怎么还有好多观众也堵在路上呢，啊，全堵在路上了，一下我就踏实了，就 啊挺好，很难得来一趟。是，今天各位呢不白来啊，见证了中国相声史上的一件事儿啊。怎么？就这不就是干相声商演是头一回，哎，历史的一刻啊，大伙都赶上了。嗯嗯，谢谢吧。其实您各位对我们俩都熟悉，那是郭德纲，嗯，于老师啊，您客一块合作了这么些年，走南闯北，嗯，东挡西杀，哪儿都去。但德国是头一次来啊，德云社都是头一次。德云社郭德纲到德国来 啊，咱们这仨德字碰在一块儿了啊。这个谢谢吧啊，嗯，你老这么鼓励我啊，嗯。其实一上来我就知道，啊，好多人喜欢谦儿哥比喜欢我还厉害。没有这事，真您客气。得，你看啊，因为这在相声界来说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人，您对我太捧了，真的真的啊！台上你看，我们就穿个传统的服装，大褂说相声啊，嗯嗯，其实到台底下换上自己的衣服，你就发现啊，特别的潮。嗨，可谈不到潮，就不像这个年龄的人是吗？你瞧，不这，按说中年人穿着大方稳重一点，是你们会觉得这怎么这么骚啊？啊，这叫什么话？是怎么哪儿闻出来的？你是怎么这么时尚？啊，这还差不多，很时尚，谈不到也，这是真的啊！而且人家这个穿衣打扮方方面面来说，嗯，值得我学习。哎呦，您瞧您说，真的，好多人都说，嗯，郭德纲是毁大牌的高手啊，是吗？其实说句良心的话，我对穿衣服我一点都不了解啊，不懂什么牌子我也不知道啊。谦儿哥非常的熟悉，我也知道一个大概。有人说，咦，哎，这嗨。不许闹，你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谦儿哥你举个例子吧。嗯，天气热了，你要问我穿什么，来一个大背心啊，穿一个短裤，哦，大裤衩，怎么舒服怎么来。对，于老师不然，我怎么穿呢？6月3伏也得穿一衬衣。哦，穿衬衫。哎，上面这扣不系啊，但底下都系着，啊，还真严谨。就有钱人这个大气啊。哦，那上面这穿一衬衣。哦，底下呢？下边来钉子裤。哦，我怎么就下边那么热呀？我勒得都喘不上气儿。大家，啊，能勒到脖子上去吗？冬天是钉子棉裤啊，哦，我都给钉子裤续上棉花了，嗯，就两根棉线儿，那是就有身份啊。有什么身份？平常人家吃喝穿戴啊都不一样。都不同吗？啊，我们有时候没事朋友们坐一块儿喝个啤酒，吃个什么东西，聊个天就不错了啊。是啊，人家没事打桥牌。哦，那倒我喜欢这个打桥牌，小时候学的。下围棋，这个用脑子呀。哎呦，两人对两人坐，嗯，这儿焚上一炉香，黑白子啊，嗯，拿这子儿且琢磨呢，想啊，哎，想，哦，动旁边这儿古筝的音乐。哦，还放音乐。噔噔噔噔滴噔滴噔滴噔噔滴噔滴噔噔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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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你知道吗？我也不懂古筝是什么，反正您别学了，老半天才下一个字儿，他用脑筋想，我一起得想出好几步去。当然，半天了，下吧。哎，军长啊，军旗，军旗，军长，我也不懂，没有军长啊。那当然，黑白子，黑白子味啊，人家玩的很高尚，是玩打高尔夫啊，那有你要让我来，我来不了。是吧，我起不了这么早。嗨，人家早上7:30就有时候就开始了，大操场两场哦，打两回高尔夫。嘿，有时候打的高尔夫也哭啊。嗯，高尔夫还会哭？邻居那个大爷叫高尔夫。这嗨，我没事净打老头去，合着我说这个意思吧。啊，说这意思，早上起来很早就锻炼身体，是活得在意啊。早晨3:30起床干嘛呀？4点到健身房去拉皮条啊。就是不嫌累，不是我这去的晚点了吗？我这8-9到那儿合适，我觉得这还有时间的要求。废话，拉皮条干嘛？就那个练那个肩膀的那个，拉背气那叫。我说的是，您说拉皮条那个、哦、啊，这不是一个场所啊、哦。对不起啊，有点不尊重您的职业。我什么职业呀、啊、我？就是反正健身的东西，也不能拿这当职业，是吧？就是练健身，打台球。哦，这我最喜欢的。打台球打得好啊！是是，有个外号，我叫什么？台球界的杜蕾斯。哦，那您别说了啊！您别胡说八道行吗？怎么了？那叫台球界的戴维斯。全景，我说的是，您说杜蕾斯那不对，这俩有什么区别？一个进得去球，一个进不去球，你知道吗？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废话，您说错了，您这我这不一劲捧你吗？您这是捧我吗？反正锻炼各种项目都有啊，游泳啊，这行，游泳啊，在水里边，哎呦，我都没想到。是吗？整个说相声里边没有他游泳游这么好的。我这是真练过，人有那个蛙式的，什么蝶式的。哎，对，他在水里边就像那个，就海洋中的那个海螺似的。哎，就沉了，往下游啊，我就像一只鲍鱼似的。这不还都不能横着走吗？反正就游得很好啊！我看过他游泳，是吧？游得可快了，练过，裤衩都追不上。我那就是没穿呢，就是穿了，穿了追不上干嘛？后边两根线追你，这好，还是丁字裤，嗯，挺好，值得羡慕，这羡慕什么？而且最大的特点，这个人虽然说有钱啊，啊，心术很正，哎，这是最主要，难得了。老话说某人为富不仁，对，说这有钱，但是心地不善良，他不好。这点您值得大书特书，哎，这咱做到啊。有钱不要紧的，不光自己花，还愿意给别人花。哦，还要分享一下。逢个天灾人祸了，有点什么事儿了啊，谦哥很着急。哦，对，捐款，我好这个慈善事业。一般来说，头一个就去。哦，我第一个。平时没事也老问去啊。那个最近有没有什么天灾人祸呀、啊？啊，我这找着祸呢，是怎么着？哎呀，一说哪有什么事故了、天灾了啊，眼泪哗哗的，我这伤心。取一届头一个，哦，拿着钱捐款，给钱到有关部门呢，跟人工作人员说，我来捐款。捐，当然了啊，慈善这东西不在多与少，哦，在心。这对，哎，你拿我说当世界首富，我比不了人家，可不，我也不是比尔盖茨。对，你让我捐个8000万、2亿，我捐不了，没有那么些，量力而为，主要是心，就是我这10块钱啊、哎，说这么热闹，我就给人10块钱，哎，坚强，哎，什么叫坚强？哪儿就跟人来这么一句？拿着我这10块钱啊，这还点根蜡，干嘛呀、哎？无论谁来了，都跟人说、坚强。我这不浪催的吗？我这，就是心态很好。我老这心态干嘛？给完10块钱还不走呢？干嘛呀？跟这等着，无论谁来捐款啊，都得告诉你，纯属浪催的。嗯，又来了，来了几个下岗工人。哦，啊，一人捐10万啊、哦。下岗工人一人捐10万。于老师这儿坚强，还是坚强。来帮孩子，孩子怎么？小学生，一人捐5万。哎呦，于老师坚强。你也不换词儿，来帮乞丐啊，街上要饭的，嚯、哦，一人捐40万。哎呦，
于老师，这我一猜就是，来一帮洗浴中心的姑娘，他们干嘛的？特种行业，哎，甭提特种行业，一人捐50万，他们有钱，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脸就掉下来了，干嘛呀？钱不干净。哟，于老师眼珠子都立起来啊？怎么不干净？是，那都是我的血汗钱啊！合着我把大头捐那边去了是吗？没往这儿放。好啊，好什么呀？这是一个好人呐、啊，真客气。我说句良心话，我特别愿意跟于老师在一起聊天，是吗？进去。哎，这那俩字儿，你看似简单、啊，说到做到不容易。那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内心强大一些。哦，地不长无名之草，天不生无用之人。没错，人这一辈子。活了80岁90岁啊，回头一想，我这一生干了些什么？哦，得对得起自己。哎哎，上有苍天，嗯，下有地铁，是。那么我这嗨，下有地铁干嘛？上有苍天，下有我这双鞋。哎嗨、哎，您说的不对啊。下有什么？下有厚土，土上有我这双鞋。就你这双鞋，还有你那双鞋。好，地下就放两双鞋。人在炕上。人在炕上干嘛呢？听相声。听相声上炕干嘛？上有苍天，下有厚土，对，中有良心。哦，人老得琢磨我到底能干点什么。哦，哎，人得有志气。您琢磨，你就跟我儿子似的。您儿子怎么样？我儿子大伙儿也知道，也说相声的孩子。哦，郭麒麟。对，我就特别感动，有时候有这么点的孩子啊，他都很要强。是吗？那年是8岁。哎呦，八岁，郭麒麟跟我说、嗯，说我想当个音乐家，有理想，特别感动。哦，8岁的孩子，你说他知道什么呀？可不是。但是你不能过分的表扬他，那怎么办呢？哎，怕他骄傲。那说说他，好孩子啊、嗯，非常好，爸爸很满意。好，但是不能骄傲。哎，有的是人比你强。是，你今年已经8岁了。对，爸爸在你这个年龄已经9岁了。嗯，什么乱七八糟？谁问你虚岁了这？这是打算要当个音乐家是吧？对呀、啊，走，我带你去钢琴行。哦，买钢琴，到那儿就买个哨回来。人要钢琴，你给人买个哨回来，你得明白这个道理。怎么？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不挨着。我给他买一钢琴，他准得学，啊、是一学就会了。对，早晚得成音乐家，有天赋。音乐家的下场就是下农村慰问。音乐家下农村慰问去啊，心贴心呐、啊。哦，但是你想，这钢琴上公共汽车得多麻烦？哦，那门窄，他最少得雇4个人给他抬着琴。嚯、哦，一人给500，就是2000。嗯，慰问演出哪有超过100块钱一场的？演一场赔一场，为了我儿子不赔钱，所以不能学钢琴。您想的是不是太远点了？嗯，买个哨轻便。哦、你吹多简单，好带，但是他不愿意。那废话，不愿意不能白花钱呢啊！把那哨拿来干嘛？我吹。哦，你吹，你看我有用吗？有什么用啊？每天吃完了饭一吹哨，噗，这个我们家那狗就跑过来了。狗，哎，抱起狗来一擦嘴，多缺德呀、啊！这主意想的。哎，你们准有人养狗啊？但你准没想到狗是可以擦嘴的。是谁能想出这主意来呀、啊？吃完了饭，拿起哨来，啊！我们家那猫咪就跑过来了。哎，哎，不对不对，你们说一吹哨，狗就跑过来了吗？怎么猫咪、啊、狗的小名叫猫咪，这谁听得懂啊？这个、狗的小名叫猫咪。对对对对对。那您养那猫呢？叫兔子。兔子叫鹦鹉。鹦鹉。鹦鹉叫儿子。儿子呢？儿子叫于谦。哎，去。又把我往里绕是吗？沾便宜就上。哎，这是便宜吗？这一点意思都没有啊！你听说过？一吹哨，他过来抱起来一擦嘴啊啊，我觉得很快乐。拿狗擦嘴快乐？当然了，嗯、啊，那会儿也是，也没什么正事儿干。我、哦、没事。虽然说有雄心壮志，嗯、啊，但是有的时候一想起自己的前途来，也觉着很悲惨。哦，不如意。所以说那会儿有的时候实在没辙了，嗯，找点自信吧。怎么找自信呢？上首都机场坐着去了，那儿能找什么自信？买一张最便宜的机票，哦，飞哪儿都行，来一张打折票，哦，啪啪啪一撕，不要一扔，嗯，然后那候机大厅一坐，等着大喇叭叫，怎么喊你、啊？郭德纲先生，请您登机。
郭德纲先生请您登基。哦，我连故宫都没去过，怎么让我登基？这是那个意思吗？人家想一想，心里都很快乐。哎呀，就这么找自信呢？一坐能坐到天黑，净等登基了啊！一直等到保安过来劝我，怎么劝你？陛下回宫吧。哎呀，这保安都瞧不起你，我好啊啊！背朕出宫啊，背着。保安哭了啊！臣妾做不到啊！这什么乱七八糟？哪儿来这么多对话呀？我是得回去干嘛呀？天不早了，我得回家看我那几盆花去。哦，养着花儿。那是啊，养花足以明志。哦，养了六盆花，不少。哎，我是真喜欢这几盆花，是吧？我还特意打了一个铁的槽子，干嘛用？把这花一盆一盆摆在槽子里面啊，拿铁槽子养花，浇水啊什么的很方便。哦，哎，不至于流出来啊，那倒是。而且下楼遛花的时候很简便，我都头回听说啊，还遛花。许你们遛猫遛狗，就许我遛花啊？倒是没人管。夜深人静，12点，扛着花槽子，嗯。下楼遛花，这真精神，多锻炼身体啊，是得有个好体格。夜里12点了啊，再过4个小时，于老师要去拉皮条了啊。这嗨，别提这个了，行吗？你出来我就乐了，干嘛呀？马路上捡着钱了，哟，地上有200块钱，这不少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让其捡2个50的，10个10块的。这嗨，捡的还都是零钱，您这拿起来数一数啊。呀，这个咱不能要，怎么呢？哎，等施主，人还真好，施主不要咱们再要。哎，那人凭什么不要啊？这位施主啊，不是你的。哦，那就行。这位施哦，我还给10块，好，谢谢。这位施主，哎，5块啊。这啊，小朋友2个，你要钱去了是怎么的？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桶金。这嗨，这第一桶金是要来的，回家路上就发现第二桶金。这是什么呀？捡了一块翡翠。这可好东西，半尺长，这么大块，散青碧绿。哎呦，当件是白的，两边是绿的，这叫老坑的种，这叫风光翠。他懂行啊，冰凉棒硬啊。这个拿到屋里一看，什么东西？杜白菜帮子。哎，嗨，您都气迷心了，知道吗？这无所谓啊，山峰于前面不改色，海啸于后心思坦然。就这么镇静，咱们平胸而论。哦，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先等会儿，您又说错了啊。怎么呢？平心而论，心胸是一回事啊，两码事，您得往里，知道吗？啊，不平胸何以平天下。这嗨，没有这么句话，别跟人搅和啊。到这会儿了，我需要自己问一问。问什么？我到底能干点什么？这是最该想的，这个很重要。哦，人要有自知之明。对，我干点什么去？想想。你说我要是卖菜去行吗？起不了这么早。哦，得早起。开个酒吧，这个睡不了那么晚，这得拉碗。开出租车，哦，我又不认识道，还是路痴。我在家上厕所还迷路呢。啊，至于不至于？干嘛去？你画画去。哦，画家。色盲。那您就别想这画家。当大夫去行吗？运血。怎么都不成。开个旅馆行。一年就一天情人节。哦，别的时候都不卖钱是吗？不挣钱。哦，打篮球去。啊，这行。他们那磕膝盖老撞我后脑海，个儿太矮了。您这个干嘛去？唱歌去。行，我那个嗓子炒饼味儿的，唱不了。说相声去。好啊，相声界这坏人太多。哦，演小品去。小品可以。小品又干不过相声。嘿嘿，好嘛，怎么都不行。哎呀，给人当小三儿去又是个男的，这不是废话，压根儿别想。上洗浴中心吧。行，他们要让我抽烟喝酒烫头怎么办啊？这没有这么的，没有讲这个的。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啊，啊，我觉着反正干事儿也不能好高骛远，这对了，慢慢的来。对，多大的买卖今儿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慢慢滚，是不是？对，我想了一主意。想干什么呢？卖烤串。
哦，羊肉串，这个也很简单。不对，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能干这个。怎么呢？首先说我这房子不用租。哦，您有房？我有一个门面房，还门脸儿，百年违建。哦，早就该拆，合着已经算文物了。哎，这好嘛，这坚持多少日子了也不是？占地势。哦，是啊，虎踞龙盘。怎么个位置呢？我这房子太好了啊，在整条胡同正当中。把中间这个胡同口三个烤串啊，这个口五个烤串，这非让人挤得死不可呀、啊！这个没有竞争，还没竞争呢。挨着我这边这家是个卖糖葫芦，哦，没有竞争。那倒是，这边是个公厕，哎，公厕没有竞争啊，这还有帮助的。那是，公厕旁边是个母厕，哎，母厕女男厕女厕女厕女厕，对对对，斜对门是一个。老约翰中药店，您听这名儿像卖中药的吗？这老约翰中药店，祖传的，还祖传？打他哥哥那辈儿就是干这个，这好，那不叫祖传。正对门啊，是一个成人用品商店。哦，卖这个？哦，怎么了你这是？多励志的一个单位啊！有什么可励志的？你能上这儿买东西，说明你成人了。哎，对，就这么个励志法，我觉得挺好啊，我觉得挺很方便啊。哎，地势不错，行。第二点呢，啊，烤串简单，怎么简单？有一个炉子就能干。那您有这炉子吗？把花拿出去就是炉子。这好，早就想到了，合着。唯一遗憾啊。一个人干不了啊，还有伴儿吗？招一伙计，来个搭帮的。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说的对，浑身是血，做多少毛血旺啊？什么词儿？人家对不对？啊，就是那倒是这意思。招人，哦，写，拿毛笔写。我真讲身份。那当然了，啊，研得了墨，添饱了笔，写敬其者。哦，这真老啊，这词儿，文言词啊。对对对，敬其者。后边呢？我呢，打算干点忙。嗯，一个人又不灵。哦，招个伙计来帮忙，咱俩一块儿发财。嚯，哦，来发财，你来准行，不来是小狗，骗人王八蛋。这什么乱七八糟？我没听见文言，净听见骂街了，你。嗯，贴出去俩月没来人报名来，那是来不了人了。其实倒不是词儿太水，因为什么呀？红纸写的红字儿。对，你色盲这事儿自个儿都忘了，合着不能当画家。那是啊，翻过来写啊，写完贴出去，哦，当天就来人了，还真快。来一小伙子，哦，一推门跟我站一对联儿，哦，嗯，小伙子挺结实，哦，你得有180斤。你怎么知道的？你踩我脚了。哎，这嗨，你改人体秤了。躲个那儿啊，我瞧瞧你啊，20出头，40郎当岁儿。哦，这什么岁数？20出头，40郎当岁儿，40郎当岁儿的气质，就显老。尖下颏，戴眼镜啊，两根头发梳一中分。哦，蛐蛐儿这是，两根头发中分，这不是那须子吗？瞧这模样我就乐了啊，这也是个业余的正常人呢。那就不是正常人，浪大了不定吹上来什么海鲜。没听见这词儿，四个字的评语，他叫囧傻呆萌。好家伙，他都占全了。嗯，还行。来报名来了是吧？对呀，给你笔给你纸干嘛？写下你的名字和简历，我要看一看。哦，写完递给我了。您看吧，写的什么呀？姓王啊。哦，姓王，叫折寿。这人有叫折寿的？你怎么叫这名字啊？老板啊，我叫祈祷。就您这学问就别看上简历了啊，这俩字能全弄错了吗？这写的好像啊。这嗨，光看着像不像话啊？祈祷，对对对啊，乐佛昂祈吃万岛。这嗨，就别瞎拼了，这叫什么破名字？不好吗？这像个做生意的名字吗？那还有什么特点吗？姓王没问题啊，我给你改个名字吧。改叫什么？做生意求一个旺字。哦，旺，你叫王旺。王旺，我喊你，你答应。你喊一个王旺。哦，王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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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行行，一会儿他过来拿你擦嘴，没人拦着。
我家那狗啊叫猫咪。我那个行了，您别说了啊，就叫王旺啊，没有起这名字。来坐那儿啊，我给你看看相。哦，您还会看相？嗯，我看看你这五官相。其实我是骗他，怎么骗的？以后他是我手底的伙计啊，我得把他拍糊住。哦，就拍糊。坐好了，我瞧瞧你，瞧瞧，看你这五官相貌。嗯。你应该是怎么样？十二三岁辍学，哦，浪迹江湖，嚯，交无数的女朋友，呵，后来结婚生一儿一女，双胞的龙凤胎，哎呀，媳妇儿也很漂亮，嘿，好好干吧。嗯，老板，您说这不对啊？我没有十二三辍学，那你什么命运？我一直是好学生，哦，门门功课都是满分。啊啊！因为刘英、刘法、刘德，各国我都回来了，哎、双料的硕士。呵，从小到大没跟女孩拉过手啊！啊，嗯、啊，知识改变命运。哎，嗨，就这么改变呢？早辍学早好了，哎、往回改变合着，知道吗？啊，五行缺串，没听说过。五行里有串儿吗？八字欠考，哎，非干这个不可。留下吧，啊，留下了。现在是我单位二级烧烤师，嚯，这就二级，明年一级，后年特级。特级怎么样？就调到火葬场去了，哎，就改烧人了。来来来，干活干活，干吧。羊肉都买完了，我们俩穿串儿。哦，这是，哎，穿大块儿。哦，我想了，怎么做生意要薄利多销？这对。这两阵我都问了啊，有卖一块钱一串的，哦，有五块钱一串的，市场调查有十块钱一串的，肉块大，咱们这个必须得比他们便宜哦，才能够抗得过竞争。您卖多少钱？一毛钱三十五串。哎，这好嘛，非赔死不可啊！穿好几千串，哎呦，累得我们俩跟孙子似的啊！穿完了还没等烤呢，嗯，来了一帮人全买走了，都谁买的？就是两边烤串的这帮。哎，这。人上你这儿上货来了，还给我送锦旗送奖状，这犯不上。说在外边买比这个贵，我这便宜，这就是上货。哎呦，他拿我这当供货商了啊！想了想，这不是个办法哦，换肉啊，换肉，换鸭子肉。这换鸭子肉，那能是味儿吗？这你不懂了吧？啊，道高一尺，魔高一尺五，啊、怎么那么细致？一尺五二五几，磨高一丈。哎，没有这么高啊！啊，换鸭子肉，鸭子您是很熟悉的啊。我凭什么很熟悉？你就说鸭子就完了。你是老北京啊，你好吃个鸭子肉、烤鸭。啊、你说清楚了，对不对？啊、北京人见面还客气的，啊、您鸭好不都是？啊，谁鸭好？哪有这客气的词儿？你呀、啊，我不懂这，我外国不。不是您北京人不懂这玩意儿，您说的可挺利落。反正鸭子肉它比羊肉便宜很多，是便宜不是味儿。哎，里边搁上羊油菜，放上嫩肉粉，哦、嫩肉粉吃不出来、哦。羊油没问题，是嫩肉粉没用过，那得试试啊，试试吧。嗯，找一盆放满了水，哦，倒一袋嫩肉粉，把它和拢匀了。哦，王旺，嗯，过来。叫他来洗脸啊！洗脸，我都没听说过。这东西是嫩肉粉，对，告诉人家，洗完之后焕发青春，找回童年。嚯、哦，快点洗，天不早了，洗完睡觉去了 啊！这孩子真听话。是啊，洗完脸睡觉去了。哦，早晨六点坐在炕上就乐了。啊，老板，我找回童年来了。啊、怎么呢？我尿炕了。哎嗨。这跟那脸没关系。起来起来，晾被子啊。可不是吗？今天得跟我出去弄调料。哦，需要调料，孜然、辣椒面，就这两种。我们两个换了个半袖的背心啊，去市场。你这买调料换半袖干嘛？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哦，有用。调料市场的调料都是塑料袋子啊，一个袋子一个袋子，上面口打开了，嗯，那都摆好了。哦，哎，半袖的背心，嗯，先拿水啊把胳膊弄湿了。干嘛呀？我就奔着孜然去。哦。哎呦，不好啊，不好！王王啊，辣椒面，真听话，咔！哎呀，一下都到胳膊根儿。好家伙，走、啊，跟我回家，这就回去了。我在前面，他在后边。哦，走了没十米啊，他站住了。嗯，老板，干嘛？我要撒尿。不可以。是啊，会很痛的。这嗨，这不用你给他讲。走走走，回家回家啊！到家弄起来、嗯，洗干净，换好衣服，一回头，是他还坐那儿哭呢。你
个还至于哭吗？啊，我气的啊！你这个孩子真没个起子，真是。我是为了你好啊。对，你小便你不懂吗？不用说这，我也帮不上你，这不是废话吗？是不是啊？你怎么还哭？这怎么了？不是，不是哭这个。那什么事？我刚才我弄那辣椒面啊，对，咔一下子，你擦，手表掉里边了。哎嗨，这什么都干不了，这玩意儿。笨蛋啊！行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真想着好好的干，生意做好了，到年底啊，我送你，送他什么呢？回家啊，送他回家，送你一个纯金的小铜壶。哦，那是金的，是铜的呀？这到底？我送你一个黑白的大彩电，好吗？这也不像人话，就干活去，行了啊啊！这么忙，好些个事儿呢，是吧？还有什么事？那签字还没弄呢。哦，得用签子，竹签子呀。对呀、啊，我出去三分钟我就扛回来了。还是您能干，一口的200多斤，够用了，也足可以了。是，把门关上啊，谁叫门也不开，还能有谁叫门呢？哎呀、啊，就是卖糖葫芦那个孙子啊，偷人签子去了。那怎么叫偷呢？那您不是怎么回事？你用得了这么些个吗？那也没你什么事啊。所以我就弄回来了嘛。啊，什么人性这都是？把门关上，他累了就会走了啊。哦。啊，这个准备好了，再准备点凉菜。哦，还有凉菜，凉菜啤酒弄齐了，咱们就可以开张了。凉菜啤酒，我先出去灌啤酒去。哦，还灌？半夜出去灌啤酒。哦，回来先过滤。哦，鱼虫子水草都撇出去，河水里灌啤酒去。哎，这凉凉快快得了啊！怎么没听说？酒要少吃，是要多汁。哦，准备点凉菜。嗯，都什么？花毛一体。什么叫花毛一体啊？花生和毛豆拼它。哎，嘿哈。净这好词儿，再拌点黄瓜丝儿，黄瓜丝儿，黄瓜切成了丝儿，哦，爽口的东西。好，我自己切的。您会啊？哎呀，我的刀工很好。那就行了，我自己切的黄瓜丝儿怎么样？哎呦，我切的黄瓜丝儿啊，要多细有多粗。哦，到底是细还是粗啊？看心情啊。这好嘛，切完黄瓜，切白萝卜，还有白萝卜，拌点白萝卜片儿。哦，这怎么吃？哎，切成片儿啊。酸甜辣口，嚯啊，切没问题，是行。但关键就是这个雕花太难了，还有雕花儿，咱没学过雕花。是啊，大白萝卜这么长啊，汤汤汤汤切成了片儿，这个简单。嗯，每一片上面都得雕出一样大小的圆眼儿来，干嘛雕圆眼？哎呦，好麻烦了。是是，我这雕着啊，王旺乐了，干嘛？老板啊，人家都直接的用藕哦。您连白萝卜跟藕都分不清楚，就想开饭馆去？你瞧这边，新鲜蔬菜藕啊，这什么新鲜蔬菜？打有狗那年就有藕了。行了，就是它了 啊, 啊！准备齐了，嗯，择良辰选吉日哦，开一张大吉，这就要营业。哎，裁点纸，嗯，我这准备写点东西。写什么呀？就是什么开市大吉这个话呗。哦，告诉王旺去干嘛？放火去，去放火去，不点火去，点火、哎、好哎。那老板哪个是？就咱割花那槽子，对对，就点去，拿它烤。我这儿写啊，开市大吉，万事亨通，这是对联。问君何所有？烤串喝啤酒。这词儿差点。大金链子，小金表，一天三顿小烧烤，这什么乱七八糟？本店啊，离百年老店还差99年。哎嗨，您就说刚开张就完了吗？清明节待客烧纸，啊，全管。写啊，哎，又裁张黄纸干嘛？写神仙保佑我发财，嚯、哦！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哎呦，写完这张得烧了。是啊，烧完之后太上老君就收着了。哎呦，保佑我！不是，你怎么知道你烧太上老君那就能收着？准能收着啊！凭什么那么说？我在太上老君的名字前边啊，写了个圈 A。哦，还爱他人家，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您这他只要不把我拉黑就没有问题。这。非拉黑你不可。我这正写着呢啊，王旺过来了。哦，老板，嗯，火已经着了，真快。那个花拿出去吗？这不是废物吗？这是一个缺心眼的玩意儿，拿出去快点啊，快点烤。嗯，模特都来了，还有模特开张啊，热闹热闹啊。嚯、哦，请50多模特跟这儿走秀，您这得花多少钱呢？花不了多少钱。那50多模特一个，一个怎么50多？50多岁的模特。请一老太太，广场熟女。什么叫广场熟女？看自行车那老太太，广场熟女，50来岁，
哦，倍儿精神，怎么好？小脸蛋蓝辣辣，你都蓝了，染着紫色的头发，哎呦，黑旗袍，大红鞋，哎呀，我要不要给钟馗再写一张啊？这不用了，这闹了鬼了，这是长得跟雷震子似的，好家伙。来吧，开始吧，开始走秀吧，还走秀？老太太围着我这摊儿，这通走啊！啊，她来之前街上还有人，啊，走了三分钟，进了街了，好，全吓回去了。我们家那狗都趴那不动过了，这好嘛，以为闹妖精呢啊！我说行了，行了，差不多，别走了，快来吧！啊，我都瘆得慌了。哦，头一笼已经熟了，嗯，过来吃烤串来吧。哦，让吃，不要钱，嚯，随便吃，还挺好。哎呦，那感情好，吃吧。我这是又中奖了啊！哎，什么叫又中奖了？上次中奖什么时候啊？对呀、啊，我那天买辣椒面啊，袋子里有块手表。哎，这好的，落在他手里了。王旺眼泪都下来了 啊！那是我的，是转到跟前薅住了，啪。给老太太来一下，哎呦，喉结都打没了啊！那是老太太吗？俩人撕巴起来了，拧巴着。好家伙啊！雷震子大战囧傻呆萌，好家伙，这个乱劲儿！别打了，住手吧！头天开张，停停吧，讨个吉利。是，俩人这儿疯、哎，拿过哨来，住手！嘟，停了吗？没停，狗跑了。哎、啊，这好。怕你擦嘴那是这事闹打的老太太都流血了哎呀不行这事儿没完怎么办你们打我都流血了啊我去打110哦110老板啊110怎么打我这啥老太太这把、哦、我气的啊我哪知道告诉他查114去什么人呢你有一个好人没有你们这儿老太太走了 啊我把王旺叫过来你这个倒霉孩子啊头天开张惹这么大的祸是怎么弄啊对正说着对门成人用品那老板出来了他干嘛来站在我这儿幸灾乐祸呀瞧心眼好惹祸了吧我就知道你们这惹祸怎么呢你这儿全是假的呀哦把我气的啊我这儿全是假的啊我一指成人用品嗯你那儿都是真的啊没听说过你那是真的你得枪毙知道吗也没有这么比的街里街坊的得帮个忙嗯警察来了这孩子受不了啊是您这孩子不容易是吗老话说得好哦没有胸毛还有腿毛呢啊这什么词儿这是啊没有功劳还有腿毛呢哪有腿毛只有胸毛这嗨啊全乱了有胸毛没有哪有没有那么些毛没有毛有毛白毛浮绿水吗什么玩意儿鸭子肉吗在哪儿的霸道的啊啊赶紧吧帮帮这孩子吧就说帮他就完了怎么帮怎么帮你看你那橱窗里站着这么些的假人连男带女的模特都没穿衣裳是吧啊也不差这一个嗯好孩子快脱脱小子真听话哦三下五串把衣服全脱了啊噔噔噔跑上那屋橱窗里一站脱瞧不出假来那倒是刚站好警察就来了啊警察一身的水呀、啊、哪来这么些水呀、啊、而警察同志您身上是怎么回事啊嗨 GPS 跟带河里去了啊什么 GPS 哎呦坏了坏了啊掉我啤酒库里了哎好嘛那是啤酒库别废话啊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啊不认识不认识她怎么流血了呢啊本命年 啊什么玩意你们打人家伙计呢嗯没看见不承认好了这套啊那不对过那站着了吗那他看出来了你怎么知道是他呀、啊、对呀、啊、废话啊还拿着串呢啊这还举谢谢其实我在学艺的过程当中应该感谢于谦老师对我的帮助您又客气了我们哥俩到今年合作12年了对还真是了这不容易嗯我得感谢谦儿哥您客气经过合作发现谦儿哥是一个好人您老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嗯但是您算是一个完人哎还完人一个快完了的人啊我还要死完美的人哦完美、嗯、完美的人啊您又客气这个人没有任何的缺点嗨他是一个君子他很善良他不说谎不害人不骗人你先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等会儿您这是什么意思我来个避雷针哎，干嘛夸我来避雷针说谎话是要遭雷劈的嗨我算是一个君子哎，行了别说了是好人行了别说了嗯，我算知道你是怎么死的了什么话这叫啊？说相声就这样
理儿不歪，笑不来。哎，是什么叫艺德？嗯，艺德体会在台上。哦，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没错，对得起您每一张票钱。哎，所以说一定要让各位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对。那么有人说了，我不喜欢听相声。哦，怎么了？嗯，可以，也允许。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啊，说指望一个人或者一个艺术形式被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嗯，这是不可能的。真是这样，你花一个亿拍电影，嗯，我就不爱看，你能把我怎么着了？那也就不看了呗。实话实说嘛。嗯，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欣赏角度。是，有的人喜欢人家听交响乐，哦，高雅音乐，那洗得干干净净的，嗯，穿上小西服，把脖子后边都退干净了，嚯，到那儿一听，嗯，哦，什么模样这是？哦，真好！哎，这呵，这个味儿是吧？嗯，听一晚上也不让鼓掌，也不让动换，也不让叫好啊，那是吧？说相声你喊咦，这行。嗯，交响音乐你跟那咦啊？你给保安找事吗？这不是啊？哎，就请出去了啊，揪着脖子轰出去了就。嗯，有人喜欢看京剧，哦，国粹，国粹啊，唱念作打是。有人喜欢看二人转，哦，说唱伴舞绝也好，草根文化。嗯，还有的人喜欢看电影。哦哦，大片嗯，于老师就是新来的片子准得看啊，肯定欣赏一下，而且盗版盘不看啊，就看正版呀、啊。到电影院去，第一支持正版，对，第二效果不一样，哎，声像啊、嗯，准是头一轮啊啊，不管什么大片头一轮于老师买票看，先看啊。你这之前也不是什么时候忘了，嗯，还诚心的上香港去看电影去，是吗？没听说我上香港看什么的，就咱不懂这个，因为我不好这个啊。你看我听个戏，嗯，听听大鼓，看个曲艺，嗯，看个书就得了。哦，还有的人喜欢看电视，电视打开电视，嗯啊，瞧瞧综艺节目，嗯，哦，非常了得啊。哦，对，您的节目，郭德纲的节目，对，哎呀，没意思，不看，看个电影频道，这可以。三笑才子佳人，嘿哈。您把电视台包了是怎么着？啊，这就说个热闹。嗯，我那个戏有什么看头？不、嗯、是对吗？郭德纲拍的都是烂片儿，至于演的唐伯虎，他哪像唐伯虎啊？不像吗？不过于老师演的华夫人倒是本色。哎，那能是本色吗？那，所以说人各有志，是不可强求。对啊，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形式的曲艺或者戏剧，哎，这可不少。到了唐山呐、啊嗯，到了天津呐、啊，听评剧的居多。对啊，天津还有地方的曲种，天津石调是啊。到了唐山乐亭地区，乐亭大鼓好听。你到东北，人家听二人转是啊。山西听晋剧，哎，广东听广东粤剧哦，上海听沪剧，嘿啊。到了山西听晋剧，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乡土气息非常浓郁的艺术形式，地方特色啊、嗯。那么到了河南地区，嗯，有一种曲艺形式是脍炙人口，什么呀？河南坠子。哎，这个在河南火极了。哎呦，那是红遍了河南呐。啊，很简单，是吗？一个唱的，一个乐队。哦。乐队这拿这胡琴呐、啊，嗯，叫坠胡，哎，给坠子伴奏嘛，哎，一拉这弦儿，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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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啊，就这味儿，你听着就这么亲切，嗯嗯，演员有男有女，哦，当年北京城也曾经有过坠子演员，是啊，但是现在曲艺整体的没落，嗯，所以咱们这儿见的少了，哦，唱的也少了，河南当地有，嗯，尤其是往前倒，嗯。倒数几十年前，那个名家辈出啊，好角多。说这么一个人，您可能有过耳闻，您说一说。河南地区的坠子皇后叫乔清秀，哎呦，这可是大家，有个外号叫盖河南，盖河南。听人家这名啊，盖河南，嗯啊，把河南唱坠子的全盖了，多好。以后给您也起一个外号，我叫什么？盖北京及周边各县。哎，嗨。哎呀，我这没往市中心来过是怎么啊？这是我们相声界的交线天王，哎，这好，净六环以外了我。嗯，挺好啊，就说明您的艺术乡土气息浓郁。哎，这胆胆吧，这您别哎呀，说到哪儿忘了我？好吧，我们重来啊。哦，于老师是一个好哪儿来呀？
从哪儿来呀？打避雷针开始吧。没听说过啊，没听说过。咱们说的盖河南，对，乔清秀唱的真好啊，嗯，表情生动，而且在当年倒退好几十年哦，他就把好多地方的方言，嗯，转换成了接近普通话的语调。哦，有特色，让更多的人能接受。哦，值钱值在这儿了。嘿，这说起来几十年前，嗯，你现在听听老唱片，嗯，你觉着，哎呦，感觉出来好多就是普通话唱的吧？哦，值钱值在这儿，而且声情并茂，就那么好。要唱个悲惨的段子，那全剧场人都跟着掉眼泪，还都能哭了。真好，真好。我听过唱片，嗯，我都觉得，哎呦，好劲儿。哎，啊，这么着吧，今儿咱们封箱，高兴热闹。您给我们来来得学学这盖河南乔清秀啊，我谢谢各位，嗯，术业有专攻，嗯，啊，我这个这方面下功夫下得不足。您客气了，都知道您能唱，尤其是地方戏曲曲艺，咱们您给我们学学这个，咱们大伙爱听不爱听啊，学不用多，学一段。我谢谢各位的抬爱 啊，因为我们年轻，嗯，也没见过这位老师，哦，只是听过唱片。是，另外河南坠子离着北京这边远一些。嗯，如果说人家是一座高山的话，您我只多学人家上面一粒沙子。您太客气，啊，就您感觉一下人家那个气氛，嗯，把握整场太高了，是吗？我这根本一点都不像。那您是怎么导致？人家那个烫头穿着旗袍那个，嗯，就是反正是那么个意思啊。你看还真是认真，啊，就是女演员，她不是男演员。哦，这得分清啊。当年老年间评价女演员说叫色艺双绝，是艺术也好，长得呢也漂亮啊。哦哦哦，这个这大褂，嗯，这也不像，啊，因为人家那个是那个旗袍，旗袍来说呢，比大褂就短一些啊。我就做比成样吧，是吧？嗯，很像了，很像了。是那个意思，嗯，啊哈，你要干嘛？您这是干嘛？旗袍里边都得露着大腿，你不知道吗？但是人那大腿上可没有腿毛，捞鱼去了是怎么着？您这，让各位见笑了。您这个，这是你们哭着喊着非要看的，嗯，哎，对。哎，前后门上锁，我看谁敢走啊！哎，要了命，咱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也没带着丝袜。行了，行了，行了，嗯，哎，就这样吧。挺好了，行吗？挺好了，嗯，我们 底线也就到这儿。我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好意思。您放心，我们比您还不好意思。好吧，好吧，好，嗯。还行啊，还行吗？我就是没你白，真的。这行行了，行了，行了，这白不白的不碍事了，凑合瞧吧。嗯，还是这个意思啊。嗯，过去的剧场它是这样的，都是小茶园。哦，茶馆没有主持人，下面听什么演什么，嗯，没有。那怎么算开始呢？他舞台上过去有一个电铃。哦，这个乐队的老师一跟着坐着，嗯，得坐一场。哦，可能四五个演员都是他一个人伴奏，是，所以这儿有一电铃，他一摁，噔，哦，演员就上场了。哦，是这么个意思。嗯，您就手里摁下电铃，哦，我摁电铃就算开始就可以，我就上场，我就咱们就在这儿，就好比就上场了，啊，上场开始学坠子皇后啊！哎，您瞧皇后这德行，哎，来吧，你这样鼓励我，我会骄傲的，听得出好来话来吗？您，您快来吧，你们确定是要听是吧？这大过年的你们怎么想的呢？那咱们瞧瞧吧。那时候就知道漏哈，啊，来，这是那坠子那板儿啊。哦，板儿，嗯，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嗯，腊月三十正一年，定场诗。今天来了不少人，嗯，来捧我们这儿唱坠子。是，刚才那唱是坠子，嗯，这一唱也是坠子，全是，下一唱还是坠子。开会来了是怎么
今天全是坠子，你就说全是不是就完了？唱不好，客气，好不好的各位是多多的原谅。嗯，经时不到，学艺不高。哦，我们也是非常的年轻。嗯，老少爷们儿，你们多把撂下。多的帮忙啊、嗯！唱哪一段呢？嗯、唱段三堂会审，一堂春。好，嗯、把弦子拉起来，咱要唱这回三堂会审，一堂春。哎呀呀呀呀呀！这就开始唱了啊！哎，就唱，声情并茂啊！哦哦，从上到下，所有的劲儿全使出来，好，让你看这个演员贼。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您千万别忘了，现在这是旗袍啊、哦！习惯了，刘大官啊。嗯，三堂会审，一堂春。您唱。我本是北京城青楼女子，结交相王三公子，他是南京城里的人啊。噔楞噔楞噔噔啊，噔噔楞哒楞哒楞哒楞噔，我们两个人那是相交足够二年半，花的他囊中空虚一根冷，无有分文，最可恨，老王把宝儿他多没心狠，我的大人啊，把我那三哥哥赶出了院门啊，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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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的噔，我命老妈把东西买呀，回来他就说起鱼汤春，闻听我那三哥他就摇了房，一根隆咚，一根隆咚咚，小奴啊，一根隆咚，一根隆咚，好意思惹身子摔在我那凉水盆。嗯，腔真好。当啷当啷，你俩弦儿跟着哭什么呀？这说实在的啊，啊，这唱这个是最难的了。是啊，声情并茂，嗯、啊，包括动作啊，姿势。哦、行行行，啊，您注意，千万注意这个吧。哦、啊，这路坠子这就属于是文坠了。哦、啊，这也分文坠了，悲悲切切唱故事啊！哦，我可以先放下来了吧？哎，我早就不应该撩上了。哦，这路坠子叫文坠子。哦，还有一路坠子叫武坠子，还有武坠子。你听这名武坠子啊，文武代打。哦，还打？很少在咱们这边演出。嗯，现在有在利比亚那边的。啊，没听说利比亚听坠子，塞尔维亚那边都有，哦、都有哈，那个很热闹，是吗？唱的都是武段子，嚯、哦，三列国东西汉啊，什么瓦岗山，哦啊，金刀铁马，哐当当一开打、哦、啊，那个坠子热闹之极，可看性很强。哎，这么着吧，嗯，您再给我们学一学这武坠子，好不好？这没见过，武坠子呢也是有男演员，有女演员，也分。我来学一个这个女演员啊，你要看。咱就别学男演员女演员，咱就学这坠子腔。这个我一人唱不了、哦、一人唱不了，哎，一人来不了，因为这个武坠子呢、嗯、我这边唱，那边还有拉弦的。哦，这需要弦。他这个拉弦的乐队是一起表演。哦，我来这边来不了那边啊。那没关系。怎么了？我给您来这弦，这拉弦的、啊、怎么样？哎呦，你是真的吗？可这当然可以啊。你把腿撩起来我看看。哎，这不嗨、嗯、拉弦的看什么腿啊。
真行啊，可以啊。那您可受累了。那么您客气，今天咱们哥俩合作表演一回五坠子，展示一下失传的曲种，大过年的封箱，咱们热闹热闹啊。好啊，好，咱们唱回五坠。您来这个伴奏的老师，哎，弦师拉坠胡的，对，需要坐在这里有一个凳子才好。哦，那我来吧，有吗？哎，我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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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搬吧，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来呀，你来吧。这说便宜话的，这一点意思都没有啊！这哪里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吧，这就开始了。好，这个五坠子也得简单的化好妆。好，我这袖子刚才就不该弄下来了，是吧？哎，大家化妆，化好妆啊！嗯，因为这个抬手动脚了，它会方便一点。哦，啊，就这个轻易都不爱演这个节目。我这弦儿，哎，就来这就行。好比这就是弦儿了。好吧，好吧，嗯。哎，我就来这个啊。啊，你们先来。谁呀？真客气啊！我把这扣姐往里边翻一下啊，方便这样。嗯，我还翻领子，那错不了，五坠子嘛是吧？五坠子就翻领子，那当然了。你给家打一电话吧。您要干嘛呀？不是，因为你在这儿演奏五坠子，不知你家里放心不放心？我这有什么危险吗？没有，没有什么危险，没有危险啊。啊，或者你发个微博也行，啊，有点什么事儿，我们好随手拍解救你。我瞧，我今儿要悬呢。非常简单啊，是吗？干嘛还蒙头啊？那当然了，无坠子嘛，是吧？啊，这全是特点。太好了，哎，你不改主意了是吧？我们大伙儿都要看呀、啊。谢谢大家啊！哎，你们这就是看出殡的，不怕殡大。那个问一下，那个舞台上就是还有没有铁棍子之类的东西？干嘛呀您啊？就是一会儿他坠子那个板儿最好是有铁板儿吗？这都是弹板啊。这个这不过瘾。我确实没带。这头也行。好了，我都准备好了啊。我没准备好呢。我拿电话去要。你别来不及了啊。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了，你是应该准备一下、最起码我们要试一试丝弦的高矮、哦、也不知道你的吊门怎么样。我吊门应该是够得着吧。你试一个过门我听一听啊。我试试听听过门。哦，嗯，过门脏脏冷脏冷脏冷脏脏啊。哎，对对，哎，就是这坠子就这了。但是这个低了，我这个吊门高，您再高一点。 哦对，也是脏脏冷脏冷脏冷脏脏啊。哎，真是个好演员，一说就行啊。吊门高，再高一点点。脏脏冷脏冷脏冷脏脏啊。这差不多可以了，可以了是吧？跟刚才一样啊。哦，你摁电铃我上场。可以。您准备好了吗？那我准备好了。我可快乐了，今天就算是我的生日了。怎么这么过瘾呢？这个来五十道啊！这是斩斩青天不可欺，张飞何短荡阳桥，虽然不是好买卖，一日夫妻百日恩。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您等会儿吧，这都不挨着呀。不挨着啊？不挨着就对了。还对了，五坠子就不挨着。哦，全不挨着，多新鲜呢。嘿，好，坐那儿。哎，此局提纲挈领，不惜血统，不刮屌丝，横奔熊儿，我今你唱一回坠子手。哎，把弦子拉起来，我要唱一回坠子书啊！打了海了，耶了鸭路海呀，打了了耶了海呀，嘚儿海海呀海呀！什么玩意儿？你这是？你吓我一跳啊！你打快差点没给我打死！你这一下怎么了？我怎么意思？说着说着打上了五坠子吗？
五坠子就是打人呢，那还等多子真打。我问了三遍你非得来这个，好家伙，我拦得住你吗？你说谁要听这玩意儿的？拉弦儿吧，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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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干嘛了看了吧。哎呦我这货，你活不了，谁活不了，你要疯啊，你这是你要死了是怎么着？怎么干嘛呀，上来这样啊，我已经开始表演了。您这是表演了，我这都唱上了，我还以为要咬人呢。您这瞎说，唱什么呢？啊、要罢了钱，要罢钱是？对，就是过去那个园子里边，不是卖票，哦，都是打零钱，要罢了钱嘛。哦，要罢钱，要罢钱，书归了正，咱们就开书了，这就唱了。那还等什么时候？这不完了吗？来吧，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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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要罢了钱，书又归了正，他管拉，我管唱，恁乐观听。这不是废话吗？我管拉你管唱，大伙儿管听。对啊，我不拉你不唱，大伙儿呢？那就别听了，那就还是的呀。拉弦儿不？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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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见了你了，爱听啊中，爱听文的那不会，爱听武的我是母学生，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苦辣酸甜全都不中哎。那别唱了，那就。完了，全不会，您唱什么呀？拉弦儿吗？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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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是方才唱的是响马砖呐、啊！噌噌噌噌啊！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噌噌噌啊！列位明公往这儿看，您听我一五一十，我表个正宗哎！噌噌噌啊！是方才表的那叫何人登？表表八爷小罗成。表表八爷小罗成哎，噌噌了噌了噌噌噌噌啊！咱要拆，咱就都拆了他，咱谁也别干，行吗？我正在表演，不要打扰我。什么玩意儿？桌子都塌了，快拉弦儿吧！噌噌了噌了噌噌噌噌啊！这个罗八爷呀，噌噌了噌啊！这个罗八爷呀。跟他的爸爸老罗一他们哥俩迈步就出来正厅啊，什么玩意儿这是？怎么了？爷儿俩不是哥俩？谁说哥俩了？你说的？谁说的？你说的？有人听见吗？嘿，大伙儿听见没有？听见吗？嘿，你看看，没听见吧？罗成爸爸罗毅，你看看，您这人怎么那么不厚道啊？这个，你看今儿要有一个说听出来，我死去。嘿，有啊。哎呦，你们打我了！讹人谁不会啊？这没有这么矫情的。拉弦儿不？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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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罗八爷呀！噌噌了噌了！这个罗成好拜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好擦皮儿了！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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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连人带马把城上啊！哎，对，下来。啊，马也上城啊！你拉弦儿吧！哎，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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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啊！若问这马，他怎么上了阴阳你哎？噌噌啦噌啦噌啊！啊，阴阳你哎！噌噌啦噌啦噌啊！啊，阴阳你哎！噌啦噌啦噌！阴阳你什么毛病啊？这是。唱不唱啊？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上去了，噌噌了噌了噌噌噌噌啊！这位将官呐，噌噌了噌啊！左手拿着一个套毁的耙，嗯，右手拿着一个大哨兵啊！什么武器？噌噌了噌了噌噌噌噌啊！这位将官呐，手使着哨兵的朝下打呀！哎，大哥，哎。这不是这怎么意思？五坠子吗？五坠子就非打呀！你过来坐着来。我还坐什么呀？行，有人管没有管？嘿，郭德纲又打人了！嘿，哎、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啊？你管管啊！我这刚下飞机，是郭德纲打什么了？不是你们这啊，别信这个。太暴力了啊！怎么了？太暴力了！这说唱唱五坠子，前后这通打，这受得了受不了？有什么办法没有？大伙儿又要看，咱又不演不合适。那你不是这五坠子非打不可？非打不可？那你给我点什么？
那你嘿，帮我们忙，给我点。得亏是我来了，换别人不行。你有办法？我这新买的，我还没用呢。什么玩意儿？来来。这是。这行吗？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行了吧？行了吧？回见，别走，回来啊！你回来，你过来这边来。怎么了？这大伙都知道啊。啊，这我师弟侯震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啊。刚下飞机，您什么意思？我只打不过他。啊？啊，这个是差啊，就是啊。您来这。太好了，哎呀，我招你惹你了，哎，快来，我都等不了了，快来。嘿，这太过瘾了，这个啊，不是咱们俩非弄一两败俱伤，我跟您说，不是怎么着不让用啊，这来吧，那就、啊、不让用你就搁这儿，你真不让用啊，那可不是吗，那倒也是哈、啊，咱谁都别用这个啊，那你也不用了，好吧，你瞧这事闹的啊，那说良心话，我爱跟于老师一块唱坠子啊，这是个高人，你知道吗，还高人，您来好过门，咱接着唱，大伙都等着呢，哎，咱们接着听啊。脏脏了脏了脏脏脏脏啊，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啊，脏脏脏啊，书的名字叫玩，哎，就一个字，书叫玩嘛，所以说这个你们得学习，嗯，因为什么呢，我跟你大爷这么些年在这行摸爬滚打，是经验丰富，嗯啊，我们这个走的那个桥比你们吃的那个盐还多啊，这就不像话了，这句啊，我们丢的那个人比你们见的人还多，那是你是吧，同喜同喜同喜，所以说想想都开心啊，想想都开心啊，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啊，列位多捧我们这孩子，是就像当初捧郭德纲捧于谦似的，嗯啊，当然了，对你们来讲啊，每一个机会不要放弃，是今天这个场合就非常好，锻炼德云社跨年、嗯、每年的封箱开箱跨年，这都是最重要的几场演出，是啊，尤其跨年，2013跨到2015，啊，说跨过一年去，您这个，跨到多少？步子大了，可容易，不容易怎么着？扯着，于老师好歹你也是念过书的，不是那字儿，扯着圈儿，所以说你们得努力啊。今天这个机会非常好，舞台交给两个台，你们说一个小段，哎，展示一下，哎，然后因为最近我跟于老师都很忙，嗯，我一直在横店那儿拍戏，拍电视剧《济公传》，嗯，于老师呢也是很忙，是搞了一个什么地下的一个节目啊，地下的节目，那就别跟人说了，对吗？他那个叫一个电视节目啊，叫《大欠世界》，哎，这怎么那么欠？叫什么？反正是在辽宁台播是吧？哎，对，大欠准播是吧？哎，准播啊，没受影响就好。哎疏于管理，也没来得及给他们说啊。今天这个机会很好，说一个不丁点的小段，我们来看一看，大伙儿也给这俩孩子打个分儿，好不好？评一下，来。问你个问题，哎，什么问题？对动物有研究吗？哎，研究的不多，但是略知一二。太好了，问你一下啊，知道牛怎么叫吗？牛当然知道了，哞哞啊。挺卡哇伊。羊呢？哎、捏捏，狗呢？汪汪，鸡呢？咯咯啊，不对，鸡怎么叫咯咯呢？鸡是咯咯咯，不对，那是鸡应该是来呀、啊。啊，这是小段子，小包袱啊，哎，科普的节目，是是是。这是典型的相声的文哏的表现形式，这是文哏吗？有文化呀，知道吧，咱同志观众咱不说瞎话啊，中国相声有一个分支是文哏，嗯，但是旧社会包括到现在所有的文哏类的节目都是建立在低级下流黄色的基础上，是吗？因为你光说这些文化类的东西观众不给钱，这是如果后来的把这东西去掉一半，为什么文哏的节目都短呢？啊，他就把后边正文都去掉。啊，但这类东西难就难在要很正经的去胡说啊，喜剧类难就难在这儿了。
啊，不是说又是撒得开随便闹蹦起来跳就是喜剧，不是、嗯、越胡来的东西越要认真对待，那倒是。所以说你们有欠缺的地方，小兵你过来啊，单独教练说怎么了。这个总的来说还好，但是就是还行，因为但是你要有一点，你要把握住这个位置。嗯，逗哏的捧哏的，咱们是逗哏的，对，他们是捧哏，逗哏的是角儿，捧哏是棒角儿。他们指着咱吃啊，咱们用它也行，用个驴用个鸡都行。来啊，所以在舞台上的霸气，你刚才你看曹浩洋的次数太多了，我你看你没必要看他，你跟你他有什么可看，长得那个倒霉鬼，是不是？站在这儿面向观众，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所有的心情放在这儿，他可有可无，知道吗？而且说话的时候表现得大气，知道吗？哎，声音要再提一些，把它压下去，这是最重要的。行，明白了吗？你刚才表现得不好，有点卑微了，我听到了没有？哎，记住了吗？小四，小四，来来来来，作为一个捧哏的，您说您说，捧哏的。不比谁低一等，明白吗？哦，咱们老话有七分捧三分懂，对对，我知道这。所以上来以后不要让他的气势给你压住，他有什么可压住的，够吗？对对对，都是师兄弟。哦哦，对吗？嗯，你瞧他长那德行，你你你这多帅啊。这对吗？明白。首先来讲，嗓子要调门要高啊，吐了就能高点，高点声音压过他去啊，比他多，想一点自己的词儿，有自己风格的。不是，我不是怕大，我怕搅和人家。你搅和他，搅和他就对了，明白吗？搅和他就对了，不搅和他怎么显出你来呀、啊？对我好了，这费了一品。那是，记住了啊，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找词儿，您放心，您放心，给师傅露脸去。哎哎哎，实不行就堵嘴，对对对对，好。该动手动手呢，什么呀？刚才不是少打了一个两个了？不要，别打，不要，这不要开除，别不要紧张，哎，是你到最后把那毛巾，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尽量离着桌子远一点，嗯，血别崩上，还是还得洗啊。哎，我孩子们都很懂事，是是是是，很难得跨年这么一个喜庆祥和的机会啊，是是是，我和于谦老师呢带着两个孩子在这儿跟大家演出啊，尊师。孩子们的表现还是有些个欠缺，嗯，慢慢的学习，有个提高的过程。哎，大家给我们一个机会啊，是是是，老兵，嗯，来再来一个，好，再展示一遍，看有没有提高啊。欠缺一点啊！来来来，我跟大爷给你再示范一个啊！来来，脚底下灵，爷们儿，看我，看我！开心啊！来吧，今天是跨年，嗯，我们表演相声，人在一起已经十多年，这十多年。
这是个语言的艺术。这比开床戏还累呢。大家都喜欢相声，哎，我这手绢剪了。哎，很好很好。其实这个毛病出在哪儿了呢？出在于谦老师身上。出在谁身上？出你身上。出在谁身上？他，你甭管说，你要干嘛？我告诉你啊，哎，好几回啊。你这当徒弟的样子，是有八卦似的。不是你气他有意思吗？有意思。有什么冲我来啊？我知道姓什么，姓郭，知道吗？谁姓郭？你在这打工懂吗？这谁打工？干嘛你？我还告诉你啊，什么姓郭呀？我谁欺负我也不成。谁欺负你？对呀、啊，我就扒拉你了。你怎么着？你怎么打架呀、啊？怎么才扒拉呢？你是当徒弟的，你明白吗？你是当儿子的，你知道吗？这乱了套了，你算什么意思？怎么回事，师哥？啊，这上这当徒弟当成这样，你说有这样的吗？啊，不是这个，我介绍一下，都认识啊。这侯震啊，侯宝林大师的长子长孙啊。别不，别介绍，别介绍。相声世家，你给评评理吧。不是没闹过，我们演出没闹过这事儿，不是、啊、是。嗨，怎么回事？刚才这小饼啊，跟他大爷爷俩一个开玩笑，逗急眼了，我一直拦着，我都拦不过来。我就不是，我就。不是，我就拉泡屎的功夫，你们就闹成这样了。啊、您拿这衡量的也太脏了。这我这都差点没来及擦，你们怎么样？擦了，他就放心擦了。那个怎么回事啊？这就是这事儿，没事儿，爷俩闹着玩儿。啊，你要干嘛？不是，你要干嘛？这事儿我还告诉你，行吗？是。对，可以不讲理，咱哥俩怎么斗都成，是，对吧？孩子，你给我收拾客气，你手下，行吧，不是，站这儿，这个不行。列位，这有我的原因啊，这孩子是从小在家长大的，所以他脾气秉性有时候也是。您说一下，不是，差不多就完了啊，别没完没了。我冲着您说，你给我闭嘴行？我跟你说，你要疯是吗？我管不了你了，是吧？我今天就管不了你了，就行。你大，你别拦着我。不是大年纪，你要疯了，好好跟孩子说。去唱。你要疯了！我没有，我不冲您怒，你背起来咬人呐！我说不了你了是吗？啊！今天我非弄死你，这年不过，你给我多让。你这成心就憋着打我师哥呢，大年纪来，哎，跟我刚买，你这就是。
么说话的。废话，怎么着，或者的，我受不了。我跟你什么意思吧？你说我什么？我可不跟他不一样。你怎么？你不，你不，不，您老解衣服干嘛呀？孩子有事说事，别老破。我看这个嘛。我跟你说啊，我见你见多，你瞧你眼睛，你对得起观众吗？观众乃谁看过你眼睛？啊，少管我们家事儿行吗？谁管你们家事儿？少管我们家事儿啊！我回家看看你们家事儿去。我们家这么大事儿我都平了，我怕你。这就别提你们家事儿了，太乱了。哎，再说着说，孩子，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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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生气，一边儿也没有你说话的事儿。您坐，您坐，您叫您的，您过来，您过来。还有我，哎呀，您教的什么徒弟啊？这还算好的呢，这还算好的呢。比这厉害的都走了。是啊，他也不怎么样，他也不怎么样。我管不了，管不了。他这么大来的，他现在长得比你都高。是是是是，管不了。你怎么着？你要怎么着？行了，侯爷，差不多了。这也得有人管啊！有人管，有人管。我有的是人。谁管呢？人家这后有的是。上上上上上上！我的天，头家是黑社会，还管不了了。走，看看看看，等儿，别别别别别！改了吗？改改改，那就没事儿。爷们儿，爷们儿，往后多注意什么？没。2014，这是一生一世，我准备奉上郭德纲。谢谢大家。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迈步头》，表演者高峰、栾云平。撒谎怎么撒谎？北方大部分地区
方说谎就说瞎话。对呀、啊，你这个状态啊，有一句俗语来评论，怎么说的？说瞎话不带脱裤衩的啊？什么话？哪有这么句话？北京、河北都有，不怎么说，那应该是这说瞎话不带长眼儿的，脱裤衩不带长眼儿的，哎。眼不是长眼不带脱裤衩的，老有裤衩啊！没有裤衩，光长眼儿。哎，光屁股长眼儿，长眼儿，裤衩儿呢？你是钉子裤，这嗨，跟这也没关系。我是不满意你这个回答，有什么不满意的呀？钱，虽然说是身外之物，谁都离不开啊。你就说工作挺喜欢，人间正道，倒是也不丢人，不丢人呢啊！哎，我无所谓，说明你虚伪。啊，这就虚伪了。你是因为没有尝到过没有钱的苦啊！哦，那要问您这句话呢？我跟你说良心话，我曾经特别的落魄。哦，我真是拿钱挺当好的。哎，我那会儿穷的没辙，早上起来就看见炸油条的那个站着看着啊，哎呦，炸油条，尝一根炸完了，又酥又脆，买呀、啊！北京那大油条2块钱一根，是拿钱。我看了一个钟头，你说炸油条多不是人呢？怎么了？他都没送我个10根8根，这废话，人凭什么送啊？口袋里没有，没钱，掏不出2块钱来，真穷，心里难受。转身上公共厕所，上厕所去去心火啊，撒泡尿去吧。是，到公共厕所一低头，哟，怎么了？天无绝人之路。看见什么了？小便池里边泡着2块钱，把这钱掉那地方，俩指头夹那边儿，滴了起来，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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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脏了。来，你当娘的那会儿是住滴答宫吧？那不，没有这宫的地方。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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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还甩甩甩！您这脚啊啊！找卖油条的，大姐，哎，他怎么低了呢？他真愣啊，这转一把攥在手里了啊，扔到钱箱子里，接回来了，又一伸手，操，抓了一根油条，卖给您了，拿手捏着油条这头，哎，眼泪都快下来了。这就叫命、吃不了啊，怎么办？扔了又可惜啊，赶紧往回走啊，谦儿吃早点嘞。哎，别别，这好事搁到我身上，你说你苦难的岁月，钱是救命，真是。我那会儿特别想，我怎么能发财啊？啊，老实人说买彩票能发财？对，我是不是也能买彩票，花一下子几千万、几百万？想得美、啊！我都上庙里还烧香了，那会儿求这个呀。我是上庙里，给老佛爷那儿磕头，老佛爷求求啊，你让我中个500万行不行？500，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这叫许愿。一个礼拜，啊，没中。又去了啊！哎，老佛爷，嗯，300万也行，这是降价了。我这一中，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照样许愿。一个礼拜又没有，又去了。老佛爷啊，100万也行，对，只要能中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照样。又一个礼拜，嗯，再去，我带着哥几个一块儿去，带人干嘛？拿着铁锹，嚯、哦，拿着镐要拆啊！不让我挣啊！进庙，哦，和尚吓坏了，施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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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息怒，别拦着我啊！我求了3个礼拜，你不是不知道。对，施主，我劝你一句啊，怎么着？您来，我亲眼得见。嗯，可问题是，你光求不行，还得你得买彩票。怎么中彩票还得买彩票？废话，不买怎么中啊？买去吧啊！卖彩票那闺女还挺俊的，好看，而且、2块钱一注，好，给2块钱，嗯，恭喜，好，中10块钱，哟、嗯，你瞧这玩意儿，你瞧，仓里是肉啊，有彩票，十块，给我，啊，递给我5块，怎么？不是，怎么5块？少了，税钱。哎，把我气的呀！那是。我哪儿睡了？睡谁呀？睡谁呀？你想青天白日讹我眼睛是废话，睡不
家之后裁张纸准备笔干嘛，我写几个字当我的座右铭贴在墙上。写什么呀？提笔方字儿。哎，字儿，一只青蛙啊跳在水里，嗯，扑通一声溅出水花的花字儿怎么写？你费劲不费劲呢？你直接问这字儿就完了。是说解释的清楚，这个解释清楚怎么写？这一草字头一个花。写啊，这那花啊，四个大字啊，玩命花钱，跟那个那么没父爱的那那失去玩意啊，天小天天难哦，玩命花钱，来的钱，但前提是你有钱呐、啊，就说是上哪儿弄钱去？想主意呗，除非是抢银行啊，哦，抢银行，对呀，啊，城子胆大，我胆小的，真要抢抢银行，去，菜刀揣在怀里。进银行就喊大姐，那是得喊，喝出去啊！进银行啊，这就喊，警察发工资，银行聚钱了，一帮警察和二百多武警，哇，拿着冲锋枪，我可都喊完了，喊啊！怎么着？呵，向东流啊！这就叫睿智，别提这睿智，赶紧回家。到家门口我乐坏了、啊、有人在家门口给我搁了一个饭盒，打开一看什么东西，一饭盒都是钻石，真发财了，板金一块，满一饭盒，还有一个纸条，写的什么呀？年轻人、嗯、送给你，希望你一生幸福。瞧下边有落款，写的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文成大爷。哎，这是，这是不愿意透露姓名。好人一生平安，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哎，好，给人都坐死了。哎呀，一饭盒钻石，这值多少钱？我就了不起了。啊、那是有钱。打明天开始，我就可以给人去拉玻璃了啊！拉一块三块，拉两块五块。您就拿钻石拿玻璃，对呀、啊，那不糊涂了吗？还是的，我都有钻石头了，什么玻璃？这是发财了啊！走道横着，哟，这麦当劳把人一出去，这不是我，站在柜台上啊，一万个鸡翅，一万个汉堡，一万个薯条，一万杯可乐、啊。先生，您这是七万二，混蛋，怎么了？谁让你拿的？哎、啊，我就是念念，嗨、哎，不拿你。先痛快痛快，好家伙！江南江北一条街，嗯，打听打听谁是爹，嗯，认爹的。哎呀，哪有这句话？这我有钱了，我也不能吃那个呀，快餐呐。那您吃好的呀？哦，吃点以前不敢想的呀。哎，这都有什么呀？柳芽团子。什么叫柳芽团？柳芽就是柳树的芽儿。哦、春天柳树发芽儿、嗯，把那尖儿弄起来切碎了，哦、拿盐和好了，外边拿棒子面包上，上锅蒸。柳芽团子吃着清晰劲儿，炸槐花，炸槐树结的梅花揪起来，裹上面包，抹油炸。啊，拌香肠，鲜香肠搁点盐和上去吃。嗯，盆里碰，盆里碰上，棒子面和好了，揪成小疙瘩，搁在碗里边舀往出来。啊到时候一浇点芝麻酱，浇点辣椒啊，大喇嘛望清，这是盆里更加点菠菜，吃点以前不敢想的吧。您以前连这玩意儿都不敢想啊？那您现在想也不叫有钱人，知道吗？吃点清口的，一直清粮好的，您粗粮啊，买点皮大衣穿。哦，刚穿皮大衣。哎。貂皮大衣，貂皮的，貂皮的帽，好，貂皮的钉子裤，学过，穿黄鼠狼皮的大衣，嚯，黄鼠狼皮的皮鞋啊，一上街鸡鸭鹅全跑，把你逮着，哎，怎么有身份？怎么来？那您就是造啊，买宠物。哦，养宠物，这养宠物啊，小宠物跟我一个被窝睡觉，那是爱呀、啊。转天病死了，怎么死了？金鱼，哎，把金鱼搁被窝里，拿钱上新疆买汗血宝马，我养马，
玩汗血宝马两种玩法。怎么两种玩法？一种是红烧啊，一种是清蒸。您按驴肉火这么玩的？玩信鸽，这好，信鸽呼啦啦飞，哎呀，信鸽，我那个信鸽那绝对是血统不纯的啊，血统不纯怎么玩？信鸽跟鹦鹉杂交的。那有什么好处？飞迷路了，自己能问道。怎么想的？你这主意倒是有钱了啊！有钱，这个月买房啊，那个买别墅。嗯，我有钱的，我要把中南海买。你先等会儿啊！你不要连累我们啊！你要说话注意，你不注意也不要连累我们。你买中南海必须买，还真买，买了一条啊！哎，不是，您抽烟呢？买了烟，中南海。对对对对，你想多了。你说清楚了，一总，你想多了啊！哎，抽烟开心，怎么开心怎么来啊、哦！接下来霍霍文艺界，霍文艺界把那些个。说书的、唱戏的、演电影、唱歌，叫家里给我演来，那叫堂会。哎，上家里来啊！台湾哦，有三个姑娘，有一个演唱组合，谁呀、啊？叫社。上我这儿来，上这儿来，你先等会儿再上。大爷，家里社来，你叫什么？大姑娘，刚才我先唱好，行了行了，哪儿有这么一个组合叫社？你看。失乐社拼音呐、啊，对，您等会儿别露馅啊，那叫 SHE， 那不是拼音，那是英文 SHE， 还社、啊，我的天哪，您刚知道，我犹豫好些日子啊，我还说这仨闺女忒没羞没臊，什么呢？你这叫什么名字？就说是没有能叫。SHE 对了，完了这向家长，嗯，还有一个日本的一个老师啊，也不是不管叫老师，也不知叫什么的啊啊，叫什么？底下有还有学生在这儿啊，好家伙，唐老师，唐了，哪儿就唐了，唐景空，苍井空啊，就是许初平呗，那是老后面，那肯定是能当老师，那是一般人嘛。苍老师请来，啊，也上您这儿，哎，上家演，太好了。秋衣秋裤，毛衣毛裤啊，棉衣棉裤，大围巾、二围巾、大棉袄，或者要晒晒耳朵帽，围脖都穿好了，绝不能认出你是谁。那请他干嘛呀？你们看的都是光啤酒的啊，我看的裹了严严实实的，这个玩法你没见过。哎，废话，太新鲜了，太新鲜了。啊，在群那儿说相声来，这行，必须是德艺双馨。哦，这好的，必须是一级演员。我请相声表演艺术家，德艺双馨，要不听，来，不是这样的，不要，嚯，都来，来，我配合你们，怎么配合？哎，你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我配合你啊？怎么配合？给这艺术家们都叫来啊，让他们先洗澡，洗澡，澡堂都洗澡，洗干净净的啊啊！我穿着我那貂皮大衣坐边看，我看他们洗，都洗干净净的啊。是，完事我配合呀、啊？怎么配合、啊？我扔肥皂，哎。前浪非得死在沙滩上啊，后浪就不让前浪死在沙滩上。前浪非得死在沙滩上，沙滩说你们两个真浪，现在开始。前浪听着这样，就您这嘴里就够德艺双馨的。来，别闹，有钱花呀、啊！出门坐飞机包两架飞机，干嘛呀？这叫双飞。哎，什么乱七八糟？酒店全得包起来，全包，哎，准，24层不要，24层全包，客人全赶走，就你一人，我一个人，好，什么、地下还有3层，要吗？也要，地下都包，每天晚上睡觉，我自个儿扛着铺盖，好，拎着我那小闹表，打地下3层开始睡，嚯，每一个房间都得睡过去，哎呀，
地下三层定着玩呢啊，哎，三壁啊，挨屋睡啊，哦，睡完了马上往楼上走，楼上二壁，我马上就进二壁了，你现在就是了，所以废话，你这不叫折腾吗？这不就是有钱呐，有钱就折腾，有钱都不知道干点什么了啊！我给自个儿规划了一个人生，后半辈主要干两件事，哪两件事？第一啊。劝说良家妇女下水，工程大点。第二啊，劝说失足妇女从良。哎，对，您就这么折腾这玩意儿，我就这么替你折腾，你猜怎么着？怎么样？我就落了魄了，我就没钱了。有多少钱架不住这么花呀？没有这么折腾，身上无衣服，内无食，又穷了，城里都不能进了啊，净跟郊区待着呢。哦，尤其是天一黑，站在郊区看着城里啊。心里不是滋味啊！风萧萧漫漫，古道连连，苍天弄仙。回头我看，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悲悲惨惨，步履蹒跚，一路行来天色晚。不
旁边有随从用中国话给我翻译，说说公主哪儿的呀？俄罗斯旁边有一个小国家叫什么呀？吉尔吉斯小吉坦。这什么玩意儿？哪有这么一个国家呀？那儿的公主哦，小国家，她的名字叫一宿夏伊娃。哦，哎，小国家还是有效率。为什么我沸腾啊？哎呀，这是个高产的娘们儿啊！哎呀，我都肝疼了，我都。夏伊娃，给我倒了杯咖啡啊，我先去。猫屎咖啡，这个咱们懂，哎，这懂。北京有卖的，就这一杯300-400人民币，真叫猫屎咖啡。印尼那边，据说人家这个叫什么麝香猫啊，吃了咖啡豆之后排泄物，洗干净那豆没消啊，再加工做了那咖啡，一杯得300-400的啊，真有。现在北京就卖这猫屎咖啡，就来杯没喝过。天哪，谢谢啊，好喝，哎，确实不一样，味道好，真好。就是这个猫砂，猫屎咖啡，还带着猫砂呢，嘴里拉泥儿，哎呀，你没吃点鱼刺的？谢谢啊，还客气呢。哎呀，可能是人家嫌我这身有味儿啊，公主跟这总管咬耳朵。总管带我洗澡去，那是先有味儿。旁边这个，好家伙，这大池子，哦，别人游泳游泳池也好啊，什么洗澡咱都见过啊。你再高级的，也无非这池子里边搁点精油啊，对，玫瑰花瓣是，倒点牛奶啊，也就这意思。对，人家给我准备这池子里边啊，香菜，西红柿，鸡蛋，哦，碰见妖精了，这是要蒸了你，这是，我以为是要拿我做汤呢，嗨，洗呗。真洗啊，就连续带喝啊，这好开心的啊啊，洗差不多上来了，大毛巾脱好了，坐着歇会儿吧。公主进来，我就真听不懂，变脸。公主真聪明，拿笔拿纸画了一根烟，哦，画出来的香烟，但画得特别粗。这是你问问你抽烟不抽烟，耶，这是真听懂了。哎，公主转身打一盒拿出来，递在手里，我一瞧了不得，什么呀？古巴雪茄，要不画的粗呢？雪茄，古巴的好，那是最好的，而且都是古巴的少女们在腿上搓的。对，古巴那地儿1/3的黑人啊，剩下2/3都是西班牙人还有白人哦，所以当地女孩混血的居多。对，漂亮，大高个，大长腿，大长腿毛。哎，对，还有腿。挖姑娘的腿毛多着多分，哎呦，看着跟山药似的，什么比？瞧着就不深，哎呀，就这闺女坐一屋里边啊，小电扇一吹，这腿毛大了，就有那是拿着大烟卷搁嘴，咔咔咔，你抽抽那玩意儿，你受不了吗？是吧？递给我啊，五八闻出来，真好呢啊。把腿毛夹进去，猪肝鱼肉的，哎，腿是点子。一口就要死。就这么抽这根下去，就得肺癌了。吃了，您多大瘾啊！这是太过瘾了啊！很开心，公主看我很高兴啊！啊，对，别这点事儿。公主拿笔拿纸画了一瓶红酒，哦，问你喝不喝酒？拿出来一看啊，法国的红酒又是最好的。法国红酒最好啊，尤其最讲究的，那葡萄汁儿得是踏浆。什么叫踏浆？踏浆啊，葡萄采摘下来，放在一个大木桶里边啊，请一些姑娘来光着脚在桶里边踩。哦，这个技术叫踏浆，光脚踩。这样的葡萄汁儿酿出来的红酒是最好的。哦，咱们亲眼得见，你见过？呀呀呀，大
木桶里边都是葡萄。哦，彩球这几个闺女们都来了啊，坐这儿脱鞋，得了个偏袋的布鞋，我一个法国姑娘穿偏袋布鞋，双钱的那个胶鞋，还有那绿色的解放鞋都。哎呦，好一坨美丽啊！嗯啊，过了根料。哎呀，二姐，我这有点酸了。哎呦，这可不嘛，妹妹啊，你都发酵了。哎呀，脚发酵，看我姐姐，我这都泡白了。哎呀，哟，她这怎么长毛了？哎，别说了，来他们采酒吧，这叫采呀、啊。哎呀，采完直接就发酵了，这个真喝了才过瘾呢，知道吗？喝的是酒吗？你这你外行啊，好食品都是这么加工的，我都没听说过。山西、陕西面食最好，对呀、啊，最讲究的是家里那个妇女拿脚踩出来的面，那么和面一盆面啊，都和好了，这女的把袜子脱了，搁里泡，别踩，在盆里踩面，完事煮这面好吃，是吗？你看人家少见都，你买那成包的瓜子儿啊，对啊，瓜子儿啊，包好的都是老太太们刻出来的啊。你早告诉我呀，这个！哎呀，吐出一包来，吃那个柿饼子啊，柿饼子，柿饼是老太太们晒的，怎么晒？老太太脱一光芒了啊，脱一光芒了啊！哎，先整个先试啊，拍脸了，拍身上了，贴身上。老太太倚着这墙，哎呀呵，跟这儿晒。嘴里边还得啃着鸡爪子，这是加工那个脱骨凤爪，嚯，知道吧？哎呀，质量是饼子啊，脚皮踩着面，哎呀，啃着鸡爪子，不够他妈累了，笨蛋，这钱不够这老娘挣的了，美食必须没老太太，小子哪有这好食品都得这样啊？是吗？都得这样。好酒来，请啊，来不中，请。哇，小味儿大人，又没得聊了啊！公主看看，我就画画，画画，直接画。公主画，画了一张床，哦，双人床，瞧，好呗。这公主还挺大方，你说抡圆头。啊！呸！干嘛？都给了一大嘴巴，踢了一脚，打人干嘛？欺负人不行，怎么欺负你了？他画了张床。对呀、啊，你拿我当卖家具的吗？哎呀，嗨！你怎么想的？这是？这一脚把公主踢出去了啊！咕噜咕噜咕噜踢出去，咕噜咕噜又回来了。哎，行，得亏一米六高，一米六宽。起来，分飞踢我吧！啊，这话吧，一脚踹出外国话来。这是外国话哟，你会说了啊！你这一踹我会说了，瞧，画床没有别的意思，我要嫁给你啊，这就对了吧。这一句话说的我心窝里边了啊！以后我就是鸡儿鸡四醒，鸡惨都不麻。这不露脸，公主一宿下一把啊！这几个高产的妇女啊，多快，太狠了，我娶她，真娶啊！人家这叫下嫁，对，而且关键是她能生能养啊。是啊，你算有两天我就儿女双全了，这全了，对不对？我起名就叫于谦，哎，叫同行，生个儿子起名叫同行，同行要生个闺女，我得起好名字，叫什么呀？起个雅一点的名字是吗？起个花的名字，哦，得像梅花一样，好，就叫雅梅，雅梅，以后我就是雅梅的爹了。嚯、哦，你们一喊我可好听了，怎么喊？雅梅爹，怎么喊？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我要。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来了很多的朋友，是都是来看于谦的，太像于老师，一个很不错的相声演员，您捧我。为什么讲得这么好哟、啊、那我还没琢磨我研究过，您讲过这事儿吗？很多的相声名家啊，观众都喜欢，是为什么呢？他会好吗？有一位侯耀文先生，对，说得好。好，为什么观众喜欢呢？嗯，他爸爸是说相声，哦，这叫世家侯宝林先生传下来，
常玉田先生，他那是常家的。为什么说得好？为什么呢？他爸爸是说相声啊，也是祖传。常宝坤先生，对对，马志明，马家的说得好。是为什么？他爸爸是说相声，马三鼎先生。于谦为什么说得好？啊，这锦兰万兰这下还没拦住啊！别往这儿拍啊！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对，哎，你爸爸是听相声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别扭，还不别扭。你要能从这个话里听出来异样的东西，那说明你心脏。这我心脏对我有什么好处？龌龊、无耻、下三滥，能有这种感觉吗？所以你要调整你的心态。我相声啊，啊，民族的艺术是抨击丑恶，藿香正气。中暑了是怎么？藿香正气干嘛？弘扬正气，弘扬正气，对，是不是？大家都喜欢，爱听。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说，哎，它是一种民间的诗歌，还诗歌呀、啊，讴歌了百姓的生活。我希望你们能够群殴我，哎，我们打群架去，一群相声演员来讴歌，群殴，怎么那么别扭呢？一块儿讴歌，讴歌民间的这些好人好事啊，这是我们应该说的。我也是喜欢写一点点诗歌。哦，您也搞创作，不是很成熟，有作品吗？有一个小作品，您可以说一说，请大家指教，别客气，欣赏欣赏。我的一个新作品，别客气。端午去的天，给晴朗的天。通州的人民好喜欢，远望风台高声喊，我爱你海淀。什么乱七八糟，您平常不进城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您整个在郊区转悠，郊县天王。很讨厌。不是，你怎么竟在郊区啊？这么一首诗歌你竟然没有体会到它的含义吗？这是有什么含义啊？它是有意义的，您讲一讲。它歌颂了北京各区县之间的亲密合作。区县我倒听过，百姓的快乐生活是吗？迎接亚运会，哦，支持五环路修大车，密切关注胡耀文遗查呀，这是什么乱七八糟？没听您这什么意思了？我认为是有这个含义。你认为有？所以说，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教育意义，这就算有教育意义。你不能让人光顾得乐，那这么小，必须得有教育意义。哦，还必须有教育意义，高雅懂吗？高雅我们知道啊，高雅要上档次，上档次，对，上档次，上档次，上当就一次。哎，你听错了，什么学问这？上档上档档，哎呀，行是。上这一个，哎，这个一个，所以我希望你们都做教师。我们还做教师？哎，那可不要拿自己当一个单纯的相声艺人。我们不是演员吗？你是一个教师。哦，还是教师？你是一只教授。哎，一只教授？对对对对，一只野兽。嗯，也是教授，也是教授。没听说过哪儿就这几千人，你管他乐不乐了？啊，只要你的节目教育他们，让他们痛哭流涕，你就成功啊。哭了我们倒成功了。一个出色的相声演员啊，一定要做到反
三俗。什么叫反三俗？庸俗、低俗、媚俗。哦，这么三俗。哎呀，你不太了解吗？我完全没听说过。不知道反三俗吗？好像有耳闻。哎呀，你被时代的马车抛弃了啊！这时代走的也太慢了。哎，反三俗你都不知道？没有。你平时不去什么歌厅、洗头房吗？那儿有三俗，我是那儿反三俗。一个意思。哎，这没听说过，哪儿就一个意思？哎呀，从月球上往地球上看，第一看见的是长城，对呀、啊，第二就看见我们这帮人跟这儿反三俗呢。不，你们这帮人闹得那么大事呢？呵，你不知道吗？啊，你要学习了，我得多多请教。俗话说得好，谦虚使人进步。对。使人都能进步，何况你这个肉着这大爷，您这什么话，您这就叫庸俗，知道吗？作为一个演员嘛，你要时刻的调整自我啊，你不反三俗，你就不是一个好演员，是吗？夜深人静的时候、哦、你左手一瓶酒，右手一只鸡，嘴里叼着烟，滋儿撸两口酒，啪嗒两口菜，噗噗两口烟，扪心自问，你反三俗了吗？我别问了，就这三样就够我忙活的了。瞧我这个连吃带抽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一个好演员、站在舞台上，损失十几亿的观众算什么？嚯，关键你要反三俗。这个就这么重要吗？你看你那个作死的样子，哎呀，嗨、不是，我太吃惊了，这损失十几亿观众都反三俗，你不理解吗？我太不了解了。哎呀，哥哥反的不是三俗，反的是寂寞。哎呀，嗨，我看你也是没事找事儿，怎么就反三俗？知道吗？啊，有时走在街上，我也常常的想想的，为什么很多人这么执迷不悟呢？想让人人都做一个教师，人人都做一个教育家，全教育人，那个世界得多么的正经啊！您这个流氓的姿势，嘴里再说点特好，这不老合适的，知道吗？你看，同样是说相声的啊，怎么有的人比你的档次就高呢？那人家说的好，你看看人家那些个主流的相声演员们啊，演员呢啊，演员，你有他那演都圆着，哎，台上都饿着。你看看人家讲的那个相声多么的好。哦，有一个出类拔萃的相声演员，谁、你认识吗？您说什么？宋大德。这这个名字反正耳熟，大个儿，大个儿，穿一制服，是大背头。哦，好，这1米8的个儿，那么高，火化之后能装一盒饭。谁让您骨灰了？人家那是真正的好演员。啊，你说的好，那个眼儿多圆，你知道吗？没听说他那个新作品，你听了没有？什么作品？叫《新农村》，还有这相声？哎呦，好是吗？激昂慷慨，催人尿下啊！尿下，怎么都尿了？你知道那个作品治好了多少前列腺病人？哎呀，好，这么大作品写的是什么呢？哎呀，这个非常，我特别喜欢这个他的作品《新农村》哦。我经常没事我就我自己吟诵这个作品。我每天我就弄这个吟诗，这个吟诗不是，我是您对这作品要干什么？不是我啊，我也写诗歌啊，我就这么一个吟人啊，太对了，我也找出来了。您这么喜欢，给我们介绍介绍。哎呀，这个我很喜欢这个作品《新农村》。新农村幽默诙谐，是5000年不遇的相声佳作。我还记得其中的精彩段落。您吟诵吟诵。我们一起吟诵，你看看，谁跟你一起吟诵？我希望你听完这个作品，你会心悦诚服，是吗？你会成为一个小银人的。哎呀，哎呀，我太闹腾了，我现在就要开始，我要吟了啊！来来来，谢谢大家，我离你远点啊。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人干得出来，说得出来，人家想不出来。不是，前相声嘛，是这作
品拿出去拍卖，几十万都可以，是吗？那是有人给钱，咱有的是，假的也有，这是哎，那好，新农村，哎呀，相声的佳作，新农村，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同志们，大家好啊，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大家好，好，请支持我们的新农村，好，我们要听乡领导的话，嗯，不随地吐痰，早睡早起，嗯，把我们农村建设的特别好，这真是春风映日红啊，哎呀，真好，完了。笑得我都不行了，还行吧？你也没听过这个正经八百的，这好相声，这叫相声，这是真正的好相声，这不口号吗？亲人肺腑，哎呀，活活淫死我了！哎，行，您这还是好了，太好了，你要学这个，我学这，你好好学，你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像某些个演员似的，是吗？有的演员就是不自爱，怎么叫不自爱？哎呀，台上台下都不自爱，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吊儿郎当入狱，哎，嗨，您说这都不对，怎么呢？郎当入狱，这个演员小名叫吊儿，哎，这嗨，这演员名字起的就俗。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啊，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些人的意识和思想啊还是很弱智的，很落后。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做。怎么了？有的时候走到街上，我自己都觉得，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希望人们都能够反三俗，都能够反三俗，也不是人怎么了？你看，有的人太三俗了，怎么了？走着街上啊，老太太摔倒了，他过去把人扶起来啊，多三俗的表现！不是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老太太摔倒人给扶起来，这是做好事，准是他给推倒的。哦，您说是他推的？嗯。平白无故怎么过去就得掺呢？我怎么就不过去掺呢？啊，对吧？你这哎，我问住了吧？啊，你问我管什么？这当心烂肺！我反三俗的人都是这样，那就都这么想。哎，哦，打这儿一小孩掉河里边了，啊，有人过去去救啊？为什么？勇于做好事，他给推下去的。这是凶手。就我怎么？过去救去呢？是您多缺德呀！哎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人家救就是人推去，就他推。哪有这么想的？公共汽车上啊，来女的抱一小孩，是都不让座，他站起来让座，为什么？学雷锋做好事，他是个臭流氓。让座是臭流氓，他为了站边上看人家给孩子喂奶。这您啊，老按您这个想法琢磨着，我们反三俗的人都这样。对，啊，就为这个，这是臭流氓。哎，走到街上，哎呀，我眼都睁不开，干嘛呀？好多女同志穿的很简单的服装，那怎么了？我是个高雅的，我是个淫人，我哎，别、哎，我看不了这个，你这看见什么了？现在那个衣服都怎么做的？怎么了？这衣服好货，你上游泳池看看去啊！还都穿着个游泳衣，你们算干嘛的？废话，谁游泳穿棉裤啊？不是都穿游泳衣吗？不，现在这个泳衣做的也不好。怎么了？你过去那个游泳衣端庄大方多好啊！过去的游泳衣啊啊，扒开了泳衣才能看见屁股，啊，现在这扒开屁股才能看见泳衣。我是一个高尚的人，那您看点别的吧，别的有什么可拍？哎，看，哎，我上这么一个能看的，反三俗，这叫反三俗。看完这白花花，哎呀，我怎么有点晕了？哎，您赶赶紧晕了，观众这么少，你们什么意思？那诱导我们犯罪吗？谁诱导？你就再一个，你又不是那些个黄色录像带的演员，是不是？是吗？你又不是李丽珍、舒淇，你又不是高顺、马丽亚，是不是？你不那些反三俗不反三俗，我不知道。您这片子可没少看，您这名儿这个倒背如流啊！我是批判性的看，这还能批判性？哎，我你不看算犯罪？对呀，啊，我看是批判性的看。哦，您批判？哎，这些够了没有？什么借口？借口有说的吗？是不是？平时没事了，我就跟几个专家我们在一块儿做做研究，怎么能够反三俗？你先。
啊，跟专家研究这个。对呀、啊，甭管三组专家学者，我们这都凑一堆儿啊，我们就研究这些事儿。这是研究什么呀？就商量吗？这都是各行业的专家嘛，文化评论家啊，什么文化批评家都这个这一块儿。哦，都在一起。哎，大家，文化批评家。哦，这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名？都笔名，啊，不叫真名，就怕挨打是不是？哦，怕挨打。啊，起笔名，文化批评啊，叫神岁二。啊，这位太客气了。嗯，这是文化评论家。哦，还有一个文化批评家，他叫我嘴二。对对，一问一答。嗯，这俩一套啊，什么一套？这俩一套一块儿。嗯，一套。还有我们这个曲艺专家，他叫马昌虎。马昌虎，哎，马昌虎，哎，外国人，不都中国人是吗？他有点儿少数民族啊，名字叫马昌虎。他姓什么？姓夏尼。啊，瞎你妈看了。这是天津人吗？北京有不少天津人，就这俩就是出这玩意儿那知道吗？有靠这口的。对对对，你像我们这几个人啊，谁最二？我最二。瞎你妈看我。这挺可乐。天天咱研究啊，还研究什么呀？这个咱拜访谁呀、啊？是吗？说谁坏话？咱都算计是研究，不是研究吗？研究，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对对对，我们也研究，是吧？我们都打着研究的旗号啊，还是旗号？不是我们干不了别的，关键只能研究。对对对，研究。研究什么呀？研究哎，说相声的于谦，哎，我有什么可研究？怎么那么胖？吃的好，他那个儿子很瘦。小孩儿嘛，为什么？天没为什么？这话题多高科技！研究出成果来了，我去研究。啊，您研究，你们都等着啊啊！最二啊，最二，哎哎，看我都做好，等着。我去调查，嗯，我去我研究研究，我调查不出来，我一定要把这真相弄明白。好、哦，了解真相，真相调查不出来，我给你们编一个真相啊，编一真相，对，编的还是真相，呵。回来一汇报啊，我知道怎么回事。您说说，当初于谦媳妇生孩子啊，得住院呢，生孩子得住院呢。那是啊，是吧？生一小子挺高兴，嗯、啊，他一激动呢，他晕了，哎，啊，他也住院。哦，媳妇躺这儿，这边孩子，嗯、啊，他躺这边，媳妇照顾我，哦，啊，又得照顾丈夫，又照顾孩子，是不是？啊，喂喂奶，喂喂药，喂喂奶，喂喂药，一忙活，喂反了。回来我一汇报，哎呦，把这仨流氓，这仨专家美的，好啊！这回差点把实话说出来。专家再汇报一遍，干嘛爱听啊？这怎么又说一遍？说一遍，哎，再来一遍，啊，这过瘾来了是吗？那天晚上我们汇报了好几遍，好，真行，群情激愤，嗯，中国的反三俗事业就是我们来完成。就这样，我们从这个事儿说到金瓶梅啊，从金瓶梅说到潘金莲，哎呦，哎，从潘金莲说到天上人间，哎，从天上人间说到麦子店，啊，打通县说到长虹桥，哎呦，呼，哎，你们这些人就靠着想象过日子啊，哎，高兴，我们决定了啊，转过天来，我们集体上街变反三俗去，哎，对，这流氓要行动了，集体出去干嘛？这说话不像话啊，怎么了？别人来打。太好了，还是流氓啊！你没挨过专家打是吧？专家骂街都难听着了，不是牙碜，你知道吗？是吗？嘿，转天啊，傍晚我们都出来了。哦，我们上街，几个专家跟我一块儿，多少警察？多少警察？非常警察，往前走，民风一条街，民风都是小房子，点着小粉灯，这叫民风一条街。哎，里边都坐着一个女的，那工作人员，是不是？哦，技术人员啊。哎呦喂，专家来了！哎，这还流氓师傅呀！哎，敲锅噔噔噔噔噔噔，啊，敲！专家们高兴，啊，自己人，哎，要算好，他们是自己人，嗯，专家们都进了不同的房间，去探讨同一个事情，搞研究去了，嗯。
一回头，这儿有音像店。哦，我很久没有批判性的看那种片子了，您要买两张毛片去。研究探讨，这还是这玩意儿吗？批判性的，知道吗？哎，卖不进来。哦，啊，店主迎出来了。哦，来了啊，买点什么？是，我不能明说啊，多新鲜！我说要那个，他没身份。那您，我们这个货都是假证明里边。有那个俩人演的那个吗？俩人啊，没有情节，哦，一点也不好玩啊！来，来几张，嚯，给您这个啊，一大兜子给我，给钱，嗯，回家好，批判性的看，真看啊，俩人演的，是没有情节哦，搁着机器里，开个电视一瞧，什么呀？宋大德相声。